经济部水利署鸟嘴潭人工湖工程预计将动用165公顷的私有土地，目前正进行架构协商。县府为了维护县民权益，邀请当地里长、土地所有权人、自救会成员以及民意代表与水利署就补偿及回馈条件进行协商。议长何胜峰也站在民众的立场参与协商，共同为当地民众争取最有利、最具体的救济方案。经济部水利署鸟嘴潭人工湖工程坐落在草屯盐丰桥到国道六号东草屯交流道之间，使用土地面积共有262公顷，其中165公顷为私有土地，目前进行协议架构用地取得阶段，经由当地居民与水利署多次协商未有结论。县长李明珍特地邀请当地居民以及水利署官员到县府进行协商，为民众寻求最有利的救济方案。我们主要是一方面啊，来听听自救会，他们需求的补偿费啊，价格啊，要多少经费，要多少钱，啊，我们县政府啊能够协助的，我们会尽量的来帮助啊，我们自救会所有的哈，这样地主的补偿啊，能够啊尽量的来提高啊，啊，让他们啊达到他们所需求的这种补偿的价格哈。今天非常欢喜哦。嘛非常感谢馆长，啊嘛重视着咱北四南嘛吼，啊来鸟嘴潭，即是为征收的问题吼，确实爱予咱百姓真好个交代吼，啊，予咱即个农友，因伫遐做田吼，遮辛苦吼，啊伊嘛希望各样各有地田通好做，伊个田对因来讲是真重要吼，我嘛希望讲因个征收吼，会用确确实实，予因一个合理个征收予因吼。我希望讲会当讲比较邻近的吼，附近即个土地啦吼，想讲因为伊个顶坎较下坎咧，啊，距离都差不多20公尺咧吼，迄个比较周边有人买即个地价吼，啊较接近咱即马1806年最近有买市价来做一个迄个地价。的价位啦，我是感觉安尼是较适当啦吼，唔通讲为着政府为着这个重大的建设，啊去影响着阮当地的居民。我回应我们的县长，伊即摆说法嘛很贴切，甲阮地方的心声足接近的。这算个是买卖卖财产的，啊，若论真做田来讲，若去动就卖田卖财产，迄钱是挂目的。协调会中，水利署官员与当地农户就目前协议架构的部分提出意见，相互探讨，也初步获得共识。希望在县府以及议会的协助下，让鸟嘴潭人工湖土地架构问题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卖讲咱地方的议员，地方议员咱讲实在啦，是为着咱鸟嘴潭这吼，为着恁的权力扩扩张啦，为着恁的权力扩扩张，民意代表就是安尼尔。百姓的权力就是阮的权力，啊，甚至含影响到规个三几个议员拢动容，甚至规个议员拢去沟通啦。这案无相当互恁满意，绝对卖合作，卖合作。在讨论的过程中啊，我们自救会啊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呢，我们县政府会尊重。那么至于征收的价格的问题啊，我想我们水利署啊一定要尊重。我们这个自救会啊，大家成员的意见哈，啊，同时啊，我们也希望啊，水利署啊，对，这个水库的一个限制啊，要尽快的跟营建署啊来做协商解决哈，啊，如果这个一级啊环境敏感区啊，这个限制啊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哈，啊，如果这个水利署啊对这方面呢，啊，还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那么这个鸟嘴潭啊人工湖啊要兴建开工啊。可能还会继续再拖下去哈。非常感谢县长能够召集这样子一个协调会议啊。那民众的心声啊，我们都有听到了啊。那初步我们是建议这样子的哈，由我们水利署啊、中区水监局啊来委托啊专业的单位来进一步来做协议架构的这个价格的评估啊。那将来。评估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后续再来进行相关的协议架构的程序。根据民众的心声，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局长表示，
目前三方获得了初步的共识，将由中区水资源局委托专业单位进行土地价格评估，等评估出炉之后，将再进行后续的协议架构程序。